家晚安。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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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晚安，哎，晚安。吓到我 ，yes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看不出来吧？我今天刚睡醒，睡醒几分钟。看不出来吧？我今天状况其实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睡着啊。嗨，易凯，嗨，马福，嗨，怀怀，嗨，庸哥，嗨，企鹅，谢谢庸哥 love。那嗨，茄子，谢火花恋情告白，嗨儿正，嗨秃噜剑，嗨思源，嗨大坚，嗨五岁抬头族，嗨小猪，嗨亮光，哎呦，口水，你吗？嗨，你是什么？邪教吗？嗨，邪教！嗨，Tomo，你不是叫 Tomo 吗？你被改名了。嗨，柠檬，谢谢选票。嘿，尼哥。Hello， 落日一笑。嘿，阿贵。嗨 ，Kevin。嗨，修。嗨，单细胞。嗨，志伟。嗨，彩虹花。Lala。嗨，西西。嗨，柠檬，谢谢柠檬的烟花，烟火，烟火。嗨 ，Lolly， 嗨，夜雨苍神，嗨 ，Lingo， 谢谢庸哥人气卡。嗨，西兰，先洗澡啊？这么早洗了吗？去吧，去吧。你为什么不等我不晚再洗啊？你很奇怪、欸。谢谢怀怀的巨光灯下打 call， 谢谢庸哥玫瑰，谢谢。单细胞的 love， 谢谢西西的泡泡，嗨小雨，嗨坤坤，嗨嗨嘉伟，嗨风亮，因为等一下要出门了、啊，出门要先洗澡，不是都回来才洗。瑞婷天使，手机会掉进去吧？嘿 ，miso。嗨，草莓酱。嗨，日超，背景该换喽。还没。还没有海报，还没拿到海报。废天什么废天使令狗，废令狗，晚安。大晚安。今天是来跟大家业配，今天主要的那个任务是业配的部分。手机一直无所谓，反正有防水，有防水真好呢。我是我不知道我的手机有没有防水，但是还是不是很敢。那好可怕、啊，业配啥 ？Mini Cone， 感觉自己要叠这种恶心。业配握手会跟 Mini Cone。来业配只有夕阳没有惊喜的部分。哇塞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影片了，我不知道我的影片至少一部制作时间都3.5，因为我拍至少1小时，然后剪片至少2.5小时，请跪着看它好吗？没了，请珍惜它。虽然我也觉得那部片真的蛮废的。真的够废，我自己也觉得够废。但我们真的做影片都很辛苦，不是啊？剪影片的部分，拍就是剪影片，真的应该都弄蛮久的吧？衣柜，欸，天天，跪着看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感觉动作练习很多次，对，因为我可能会拍，我一个 part 会拍好几次，就是就算那一个没有讲错或是干嘛，所以就是没有讲错或是没有怎么样，但就是我大概至少会拍个5次，就可能下一次的影片你们应该就看得懂，下礼拜再跟你们说下，我觉得我这次
下礼拜的影片剪的还不错，还蛮有趣的，好不好？也还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礼拜影片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。记得多一下留言，谢谢，多分享多留言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还可以出现，已经给过。那个贝贝真的超肥，他好像给我看过，然后我说也太肥了吧，是怎样？然后他说我蟑螂才进了啦，超肥的，超级肥，他这部影片超肥。海清，这一半还有哎，还有蔡马逊，海哭哭肉吗？是吗？粉丝率很高。肺流梗，谢谢老师，你可以那王一佳一定是裸骷髅，耶、yeah, ，我念对了，嗨骷髅，骷髅是第一次来吗？骷髅，谢谢亲的人气卡，反正今天就是一家红，等等去买鞋，买得到吗？偶尔才来吧。是吗？很感觉没什么看过，最近比较少看成人的台录，好吧？今天是买橘子哦，买橘子的部分啊，有我也要业配，我什么？今天就是业配直播的部分，今天就是。今天来冲一下业绩啦，今天来冲一下业绩。哎，我跟哎，我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想要问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，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还蛮想尝试穿穿看洛丽塔的衣服，但是就是我想要跟你们约定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一部卖完的话，我就穿洛丽塔衣服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我，你想看我穿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接受吗？这不是算，这不是勒索，就是一个约定，这样。大家接受吗？直播上不是啊，我怎么会穿？要直播穿也是可以啦。如果我卖完一部，我就直播穿，跟我怎么会穿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跟你们做个小小的约定，这样子穿上。哎 ，Misa， 你很累个哎，洛丽塔的衣服就是洛丽塔风格的衣服。跟你们小小的约定一下，年终拜。Misa 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加油，你就不用加油吗 ？Misa。Miso 你什么意思 ？Miso 你真的是 no no 哎、欸、，Miso 你这样 no no， 我这样不会喜欢上你的 no no Miso no no。你先去吧，好，就小小跟大家约定，我会几步穿哦，嗯，等到。228前夕再跟你们说，因为也不一定会卖完，但是我真的想要冲，想要真的很想卖完一部啦，嗯，对，就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。国叔你很晚、啊、国叔这样就快卖完，先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西兰这样也 no no， 西兰 no no， 西兰至少来握个两张吧。西兰，大家赶快拖西兰来握两张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握手会真的是最直接给一个偶像，给我们
这种偶像的最直接的支持方式就是握手会。你们真的不来握手会，我真的是欲哭无泪啊，各位。不要，就是如果真的没有没事的话，就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，哈伊塔瓦哥，大家，两张应该还能解出来，耶、！好，那就两张，打勾勾，现在打勾勾。买了 MINICON 的票了 ，B 场吗？今天业配配好配吗？之后业配会，之后的直播到288前夕应该都会配好配吧。冷品君，冷品君，你怎么只握一张？可不可以多一张？我想多跟你讲点话。业配时间，对，现在是业配时间。我觉得不可能。对，之后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你怎么只握一张？大家我想跟你讲点话，多一张。要不要等一下？我不可能一整个直播在一整两个小时都在业配，好不好？我自己也会累。现在哈喽。等等。对，然后我要来业配那个了 ，B 场，哎，就是礼拜天那一场，是吗？我们放一点嗨歌，等一下 ，C 场，对 ，C 场，因为他们有两场，对 ，C 场，居然是说不够，那一张就好，我想多跟。我想多跟大家讲到话嘛，大家那么可爱，大家好可爱的说，只有一张够了。上次不要在最后一排了，给你集气，茄子不要，大家不要来最后一排，不是讲了，大家不要在最后一排了，刚好晚上要上班，完美衔接。可是你说我没有很可爱，哎，蔡亚马逊很会记仇，哎，蔡亚马逊。不然你心里其实常常都也不是想了很久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次一定要来 B 场，有一个算惊喜吗？不对啊，可是是叫做只有夕阳没有惊喜。太久蛋，再多不会多两张的话，就第一张早安午安，然后第二张就晚安宵夜这样。这次没办法去迷你控，为什么？大家有事吗？不是啊 ，C 场，我的天啊 ，C 场，我一直搞混 ，C 场。爱大家，先吃饭好了。C 场业配看了后，先吃饭，你可以。你可以挂听，国说怎么变阿树啊？谁叫你阿树？一场都不能去，哦，好吧，太难过了。不会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罗瑞婷，不可能。但是只有夕阳没有惊喜，大家配好配满 ，slogan 讲好讲满。九蛋很棒哎、欸，九蛋 C 场去哎、欸，大家 C 场都去不了是吗？大家好像 C 场都有事哎、欸。好，如果那我就穿起来。C 场跟大橘同行，大橘会给你。是的，啊，太难过了吧？我只能去 C 场，西西，那西西会不是？你自己讲成 C 场跟西西真的有点小搞混。西西刚是不是说回来？你也想去 MINICON 来啊，买机票。
阿瑞买就要飞回来，如果放在中午的睡觉的时候，我想被叫阿素啊，反正我叫素素也没人叫你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叫你阿素。我觉得叫国素比较可爱啊，国素的部分，思物素，国素。只有夕阳没有惊喜。看一下你的头贴，谢谢谢谢，很开心开心，谢谢谢谢你，你叫邪教吗？你真的叫邪教吗？谢谢茄子的 kiss 啾啾，哦，哇，你是美甲，只有夕阳没，哎，他断句断的很可以，他断句断的很可以，我要跟你们分享这颗扭蛋的故事，这没什么故事，就是。Hi Ben， 没有在推销吗？戴细胞，你刚刚去偷偷看谁了？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今天因为真的是有点话题缺乏，就是也是跟王一丹一样江郎才尽了，所以我旁边有白板，然后手上一颗扭蛋，这边还有 Switch， 耶、yeah! ！真的不行，我们就来玩 Switch 吧。哎、欸、，Switch 真的好，我已经最近比较少时间玩神奇宝贝，可以趁直播玩一下。神奇宝贝啊，宝可梦，好上麦，好好的，不会，我会跟你们讲话，只是不知道可以有多，可是你们这样看不到画面，其实有点无聊。我再想一下，可以吗？哥哥买的健身环。我是蛮想让他买的啦，他真的可以减肥一下了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哦、喔，不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？我刚刚说什么可不可以吗？我有点小失忆，看到瑞婷的可爱了吗？大家看到瑞婷的可爱了吗？可以边玩边碎碎念，是当然会碎碎念，如果一直闭嘴玩游戏的话超无聊的，可以看就不行。还没啦，我还没等到身材快不行的时候才会玩，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事，就是放开心，边玩边摸。可是他们有两个人啊，就是两个人就会比较有趣，可以看什么，可以玩什么，就想。很久都会玩游戏不？真的，很久会玩什么？可以唱歌啊。可是现在喉咙状况也不是很好、欸、有一点 ，no no， 圣诞树姐姐怎么那么好听？对啊，我当时也有点小吓到，就是很喜欢听瑞唱歌，谢谢。等我喉咙状况好一点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有点小卡痰的部分。人就要拼海州打排球，太可爱了吧！我刚刚哦，圣诞树，我当时在拍圣诞树的时候，就是我们。装饰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是那是，哎、欸，收起来嘞，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被收起来了。反正呢，然后当时我就要拍圣诞树，然后就家里的装饰比较单调一点，然后姐姐就突然就是找出了一个一袋娃娃，然后戴上努力，然后他就借我了，然后就想象，嗯，怎么那么好。皮卡丘我高中，可是皮卡丘不是电脑玩的吗？好，我先跟你们分享这个扭蛋。大家有吃过库拉苏西吗？反正我最近是姐姐不是，是她收起来的，就小吊饰那种，就不会放在床上给你。才不是，反正就是大家有吃过啦，我一直很想去吃寿司啦，但我都只有去吃到古拉寿司，然后大家吃过，然后我就哎、欸、我到哪里，然后我就昨天就一直很想去吃，反正古拉寿司不是会有那个嘛，就是你投五盘然后就会有，大家觉得说真的假的，我下次去吃寿司，寿司太多人了啦，好可怕，虽然古拉寿司也蛮多人，下一半，因为我神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另搞真的假的？还没吃过推荐品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吃尾鱼，哎，跟大家补充一个瑞婷的冷知识，我喜欢吃尾鱼，我喜欢吃就最便宜的那种尾鱼，
也不是说贵的不喜欢，就是宝玉海洋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便宜的尾鱼有没有比较好，但是就是反正我会吃，一进来就听到吃我，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好吃，真的很扯，超多人，送上超多人，很可怕，深红那种吗？对，就不是那种黑尾或尾鱼肚，因为那种就是不是说要绝种吗？有点小害怕，我们就少吃一点。反正什么都要排队，葱尾葱尾鱼也不错，就是尾鱼的我大部分都蛮喜欢吃，但我不喜欢吃，也不会到不喜欢，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吃熟的尾鱼，我喜欢吃生的尾鱼，好吃哎、欸，尾鱼真的超好吃的，比起鲑鱼我更喜欢尾鱼。还有人还排队啊？不是，我是真的，我超级不喜欢排队，好不好？谁到底谁喜欢排队啊？昨天才吃，我昨天也才吃寿司、欸，天天这个默契不错、喔，该十张喽。可是，哦天啊，不要再讲，好饿，色色吧，不喜欢鲑鱼，我还好哎、欸，我是，但喜欢熏鲑鱼，不是一样吗？熏鲑鱼生的，我鲑鱼也是生的，你说生的，茄子，好，我把这拆开给你们看，好，就十张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多加十张的，就你原本可能要买差不多30张啊，然后再多10张这样子。天天天天我对你这么好，天天好，反正就是我跟我妈吃了我们吃了几盘？16盘，可是很多都是我吃的，然后反正他不是5盘就会有那个嘛抽奖，然后我们就抽到了这个，这是兔子的，可爱吧，就刚刚好就抽到兔子了耶，没那么夸张，另一个没那么夸张，就是兔子，熏鲑鱼跟生鲑鱼差蛮多，是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哎。一丁师，对，本来只打算两，哇，天天你真的 no no 哎，天天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切心，切心嘛，天天。太难过了，可惜不能偷人签名照。妈妈3盘，瑞婷13盘，太夸了吧？可能妈妈6盘，瑞婷10盘这样，差不多了，真的差不多。嗯，太贴心了。多吃一点 OK。反正 就抽到兔子，然后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日常小事。兔子，但我觉得狐狸的很可爱，它有那个吃鲑鱼声音更明显，超油。可是就是很多人就喜欢吃就油，我没有那么喜欢吃很油。嗯，对嘛，怀怀都说话了，拜托，这个我觉得狐狸很可爱，是曝光啊，等一下，救命，它一直曝光，比较明显嘛，好，好像先出门啦，大家拜拜，出门小心，我上次好像抽到兔子。这默契啊，蔡马逊，因为狐狸那个狐狸是那个豆皮寿司，然后他就没有，等一下，他就没有，那个豆皮寿司。真的是吓死我了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啊，太可怕了吧！我刚想说，嗯，怎么都没有留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太可怕了吧！是吧？是不要再逼我了，这跟那个没有关系哦，天天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。
可以当铃声，太可怕了吧？这当铃声太可怕了吧？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我们来听新专辑啊！刚发生了什么？刚刚网络不稳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真的是吼，吓死我！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，太可怕！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有转音的部分，有转音也太好笑了吧！嗨，爸爸，嗨，佩森，谢谢华华的好多乐补跟打 call 加二十。刚刚你有被边缘了吗？对啊，我想说我们大家都不讲话是想怎样啦？是那么无聊是不是啦？要哭了啦！大家不要这样抛弃我嘛！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你没有想法，可怕。快乐大于悲伤，或许就算还不差。网络真的很坏，不知道讲什么。我们的歌好听，谢谢。嗨，真真。今天可以跟那个两蜜大舞团跳啾啾啾，或是信天国也可以再弄一个。如果能加倍珍惜，一定可以。不要。到夕阳，悄悄沉默微笑。没有国，没有国的部分。会想翻唱哪一首？你是说这张专辑里面吗？当然是心情病毒啊，怎么可能？当然是心情病毒。变成日常，你不妨给你自立的他，大大太阳，大大鼓掌，嘿。所有歌哦。还没想那么多，全部的歌。Kinoko，Kinoko，Kinoko， 嗨团长，嗨团长，嗨嗨嗨 ，Q，Q， 嗨 Q。唱游泳之前先不要现在先不要，现在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还是能当是，当然这是吃了吗？还没吃，还没吃，还没有很饿。午餐比较晚吃，可是我不想念心病毒口白耶，但是真的不一样，好吧？等我状态好，等我状态好就唱。喝水的部分，喝水喝起来。刚那一卡是很多人都不见了 ，QQ。为什么不想念？就是直播念很怪啊，舞台上念就还好，就是直播念就很奇怪。谢谢 Kinoko 的枫叶，你可以就不去念口吧，去吧去吧。突如见 ，Miso 跑了 ，Miso 跑了 ，Miso no no 哎 ，Miso no no，Miso 还要说我会努力让你喜欢上我的 ，Miso no no 哎 ，Miso， 谢谢令狗的爱我第四天。爱我第一百天还在，哎，爸爸还在，爸爸，走音的部分，爸爸刚来，
重新开始闪亮。下播要吃饱饱哦，好的，谢谢团长。Mino no no. 那场烟花，100天太短，那365天，365乘以二是多少？我不要算数学了，你们算吧。谢谢怀怀偷偷喜欢你，看好你，我跟掌声鼓励，还有玫瑰。730磅，781的部分是多了哪几天？不会，怎么可能太瘦？还怕被嫌太胖哎、欸！谢谢真真的玫瑰，跟太阳马逊的玫瑰。下了车，感觉海风轻拂过我的侧脸。热咖啡放进外套口袋里面，握住它体会温暖的滋味，一个剩下我们的世界。781天是从三省投票第一天，哇，好久，时间真的过很快。我们的2020又过了，2020又过了，突然想到有话题可以讲了。这什么歌 ？Only Today 是我们专辑收录的其中一首。更有换，哎，可以，但目前还没有海报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我刚刚口误了部分，2019要过了，我活在未来，我平行时空，谢谢大家，我平行时空了，平行时空。被遗忘之前，被找回一百百的浪费。地方双并肩，凝视地平线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那个凝视地平线，我一直就是一直想成你是地平线。我想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你是地平线，太酷了吧！可是你是地平线，其实也蛮可爱的。听了话不断翻涌，心跳也隐隐的作痛。临时你是地平，但你念起来差不多。凝视跟你是差不多对吧？我就一直把它想成，那什么，你是地平，你是海岸，写海岸的部分。回到朋友关系，凝视，真的好快。从2017的真的好快，好可怕、啊，好可怕！你们见证了我们成长，哎，跌跌跌跌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有听到吗？你是认真的？我自己为什么都没有听到？其实我也唱了不少部分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，不知道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但其实我的怕，我的怕之后大家应该会知道，大家之后在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今天还。时候未到，想问满布，没有满布的话穿什么类型？还没想好，但是应该不会是上次那种，也有可能上次那种，看我心情咯。但会是好看的吧？我也不会穿不好看去见你们啊，只是看你们喜不喜欢。大家只是 follow， 没错，大家只是 follow， 谢谢大家。那你想我们穿？你们可以穿。你们可以带那个带我的应援物，就是小小那种，像徽章啊，布拉布拉都可以。看没有买的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对，我应该会去跟他借，有空的话，跨年应该会去跟他借。嗨，德全，你只看有润婷的部分，这么感动吗？太感动了吧！穿什么都可爱，谢谢。能见面就很棒了，期待见面那一天。这次做的还是什么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Hi DJ One， Hi R 六，噔噔噔，不会，大家穿的话我一定会仔细看，大家的穿着我都会仔细看，但我不一定会记得。但是再说啦，我的应援物不是，我的应援不是要像小朋友一样背后背什么。不是我的兔子啊，兔子或是天使也可以，都可以。
离你开始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。聊天我又只是尴尬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。又开始大家吃卵，大家起来，你先吃饭，好，吃饱饱，大家吃饱饱。谢谢华华蓝色音乐棒，想看他戴眼镜。你是说哪一个大家？你是说大家还是大家？哦，应该是那个大家，大家那个，等一下那是谁？哦，阿贵想要看你戴眼镜啊！大家要满足阿贵的梦吗？找不到线索，想不起来任何理由，带有新型病毒的你。把我承认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又阿华又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都怪你。一来就星星，刚好播到星星的部分。我们那眼镜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要问阿贵啊，阿贵想看大家戴眼镜耶，阿贵。就刚帅站不上边，纷纷哑口无言。究竟喜欢他哪一点？我说是大家啦，口白来一下，休想！今天 no， 今天 no。被贡献，哪里突然交错？不拍拖，一个人的错。阿贵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。蔡亚马逊怎么了？谢谢柠檬的应援棒，谢谢庸哥的应援棒，谢谢 Akira 的应援棒，谢谢茄子的应援棒，谢谢 Kino 的应援棒，谢谢等一下就是怀怀的应援棒。不想自己，那可以去握手会听告白吗？应该是不是太有可能的，不是单独讲很奇怪欸，大家。一道难题，我们这句就有累积来吧，太可爱了，累积太可爱了。啊，累积好可爱哟、哦！首度我就听平涵讲，平涵讲了吗？平涵真的很厉害了。握手也不行，这样吗？要想一下哦，这个要想一下。如果来一百个人，不对，来很多个人，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跟他讲的话，我会发疯。No， 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都怪你。可以叫我。可以让我唱歌，但是口白的话应该不太有可能，不如下一次再大家讲。对，唱歌的话应该还可以，只是我可能会瞬间忘词，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啊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人生要尝试。阿华你也可以尝试看看，你可以尝试。对，阿华会对谁说？你可以在握手会的时候对那个平安说，尝试起来，阿华尝试起来，可以调。这个应该比较 OK， 这个可以，因为我会有别的词吧，就是绝对不可能是口白的啦，哈哈哈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，不然换粉丝念口白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，这可以。嗨，木头，你叫什么？挂大字报进去，挂大字报进去。那我回去那来啊来啊，好欢迎大家来。换本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噔噔噔噔噔，大大噔噔噔噔噔。还有你们念干嘛？不知道。就不可能，可以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虽然这么说，就不可能的啦，不可能的。我害羞吗？不知道。
你带灵骨，带灵骨是给谢很多，给谢很多。哎，你哥还在耶，谢谢你哥，谢谢你哥。我的白马都有点被我摧残的有点小可怜，你看，好可怕哦，我的白板，劣质白板，那是，哎呦，好白。谢谢华华两千棒，我们现在来聊什么天呢？等一下，我打一下嗝。那我们来回顾一下2019好了，我们来回顾2019，因为毕竟要跨年了吧，白板的不知道，好想看瑞宁画羊驼、哦，也不是不行啦，我们，对啊，我们来讨论一下2019好了，我们来讨论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2019好像等一下我脖子有点小酸。我们来讨论一下2019，从一月开始，你没东西，你可以听我们回忆啊，搞不好你会获取一些瑞婷的冷知识。瑞婷一月做了什么？二月做了什么之类的？2019发真的发生很多事、欸，好可怕哦！怎么一年就要这样过？你不觉得很可怕？很可怕、欸，超级可怕的、欸，太可怕了吧？一月第一次握瑞婷，一月是第一次握手会吗？还是第二次，我有点小失忆。一单我第一次握手，对，第一次握手，我们可以从第一次握手会，第一次握手会回忆起。我们从一月开始回忆好了。难以名状的一年，看夕阳的傻丫，哎、欸，傻丫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你的蓝色圆伴舞，一月有看到瑞婷。2019最后一次看，对，今天最后一次吗？明天跟大后天你没有看，明天跟后天你没有看的人吗？没有，30，今天几号？29不是吗？不是30，还有两天。不是啊，最后一次看直播，因为还有12月。我的2019欺负太大，什么欺负？国术你是打错字啊？可是因为，哎、欸，我想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、欸？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明天赶快看，对嘛？时间过好快，对啊，时间过好快，好可怕、啊，要跨年了。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我们团员在宜兰的跨年哦。绿草地直播开始前一点点，三个月前，几个礼拜前，哎、欸，大家的时间都很不一样，好快乐、哦，就是还蛮有趣的。三个月前也蛮久的，哎、欸，小啾喜欢我三个月，蛮久的、欸，小啾四月多的一家直播，那旁边出现，真的，你是因为那个所以开始关注我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你是更早、欸，哎，完蛋了，华华让我有一种。起伏啦，哦，还是起伏。我2019起伏也很大，大家起伏。草地约会方向是天使，可是他们很少来看我哎，憨憨就莫名其妙被戳中了。赞，德仁赞，德仁莫名其妙，所以是不记得。其实我自己也不记得我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慢慢入坑这样，大概是开直播前几天。哎，大家都是开直播前的，不有大家啦，就是蛮多人。绿草地开始的，那时才知道，然后掉回上钩哦，这还是上钩的部分，蛮近期的，在韩寒台被安利，就怎么样，可以吧，九蛋，还不错吧，掉到你了吧，九蛋，但我从一单拿到瑞婷之笔就有开始关注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直播啊？我有点小忘记了，救命哦！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开直播什么时候吗？绿草地瑞天有感，谢谢。先好像是发现
这孩子更新 K， 哎，竟然是 KK Bus 更新的 ，KK Bus 更新，所以注意到，哎，天天你也太神秘了吧！竟然是因为 KK Bus， 所以注意到我太可爱了吧？就深深被吸引，太感动了，我鱼太感动，生日后生日，生日对，就失忆了吗？大家，哎，李威，李威，然后生日会就铁算没被抽到。有吧？没吗？有吧？不是被我抽到，但是你有被抽到吧？天天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安利吗？天天说谎，天天被抓到，天天抓到。哎，大橘今天也没有来，大橘怎么会这样子？大橘，安娜姐姐今天也没有来。安安安安，明明填了两个人，他是被选错。吼、哦，怀怀抓到我的水手服很可爱哦！你是因为水手服，所以是吗？是吗？小舅是因为水手服吗？你是被吸到？我知道，我说我知道。嗨，Steven， 开直播前就没谈，然后开播之后慢慢关注就喜欢了。我是没有抽到，没有抽到部分。他家猫咪很可爱，哎、欸，我也想要看猫咪。刚好认识瑞典，对，拥个很久、欸，哎，卧室又没有来，哎、欸，卧室也没有来 ，no， 没被抽到。我当时还跟契儿不熟、欸，哎，契儿，你这次握手要报上名来，因为我真的好像我忘记有没有见过你了，说真的。要周杰填你还是七夕？结果你填了七夕的部分，结果你填了七夕的部分啊！好后悔没去生日会，明年 ，IG 就推荐你了。所以是水手服吗？不是吼，哦，你是因为哦你是 IG 个人，不是因为水手服入坑。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水手服那一篇数学好难那一篇，数学好难那一篇，听起来好笑。数学好难那一篇真的。很多人看那一篇，意外超多人看的，就是差很多，跟别篇文差很多，超诡异。刚刚去附近店的网也见过啊，完蛋了，我没记得，企鹅不要埋怨我忘记了。因为开播前那段关于你的案例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蔡满轩也是开播前，夏日记开始跟瑞婷比较熟。我以为茄子也很久了，完蛋，你们都给我一个手感。两年前还在拼会考，我一年，哎、欸，一年前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半年前，一年前，一，哎、欸，应该吧，反正我也在拼会考，会考 ，no， 太可怕了，是被猫眼，哈哈，像你，天天我像你，反正就好看，然后就。哎、欸，小周，你握手要来，好不好？你不来，我真的永远不会知道你是谁。是管湖吗？是管湖哎、欸！嗨，大象山，管湖四八是第一次来。管湖，泡面要泡三分钟，会让你有这个错觉。哦 ，so god， 你是新番国术算。算也蛮久了吧，就是从直播到现在。可是国术印象还蛮深刻的、欸，就是你选择 mini， 你是真的不能两个吗？一张也好，小九一张的部分，感觉会被打。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好可怕啊！好可怕！天哪，勇哥，你赶快把它换掉，拜托，我限你三秒钟就换掉，三二一，快点去换掉，好可怕！你赶快去换。掉太可怕！我天啊！你有多自知？你也哎、欸，自己爆料自己。握手会来找我啊，契儿，早久一点我才会记得。嗨，管湖雾蒙星，你有星吗？有没有都很星？那你三月算久嘞、欸，还是胡子吧？国术印象都还不错啊。
好可怕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，赶快换掉，用过你赶快去换掉，快点，又毛了行李狗，不要自肥了，谢谢。国硕应该觉得对啊，国硕就是国硕啊，国硕本体，对，国硕本体的部分，优格本体是黑框眼镜，国硕本体是胡子，你是蒙少凯，好像真的是，竟然秒换，很棒，优格很棒。勇哥很棒，勇哥你太棒了，换一家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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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一下，喝水一下。早九一点是要几张？蒙西，窃人本计划握几张？前一，竟然吗？可是西兰也没有到很常看我的感觉，西兰。现在换了，你现在换蓝色眼镜了。不行啊，你的本体是黑框眼镜，你的本体呢？路跑的时候，哇，路跑也是很久了耶，一直都是好人啊。所以切了三，眼睛大了不换不行。啊，你的本体明明就是只有一张，会不会忘记？不会吧？吧，自己也没有把握，不行啊！一张真的太难了，七秒记忆的不？你要看着，别，我不要，另一个我不要 ，no， 另一个 no。路跑，谁会记得路跑很久嘞？天天很久了。往东往西都怪你，车票贵贵，车票许阿贵，对不起，只有一张会被忘记。可是就是真的啊，已经不知道怎么讲了，怎么那么难？瑞丁玩猫让你戴口罩，好的，等一下什么时候啊？天哪、啊！我好像发现瑞丁超可爱，真的假的？欸，我好像没有拿过路跑的照片，是可以给我看看啦，看看我那时候有多可怕。路跑就好，其他就不用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托不要、啊。端午节前，而且那时候完全没有，蛮久，真的蛮久的，很困难，尽量参加。你是说握手会吗？果树，还是什么？终审啊？哦，对耶，终审的时候，最后有个可爱的，谢谢李维。哎，李维也陪我很，李维也陪我很久嘞。可是李维是因为林毅家庭，所以才看到我的吧？等一下，我要来学习日文了。我只看得懂一嘛，我忘记那是什么了，救命！不要再提了 ，Kidoko， 太可怕。好，大家停，大家停止，终审，大家停止，停止，停止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是因为谭姐姐没读好，真的假的？他答应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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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おかえり，是这样吗？おかえりなさい，おかえり。太穷了，但是睡了，睡国术到底是会去看哪一个？终审看虎哭的稀里哗啦。我还跟你说什么？等一下，好可怕啊！好可怕啊！沙漠晚霞一片金黄，你要往……太可怕了！的不像话耶！你在看握手要怎么填？全部填瑞婷，没啦！你去握手会，说好了，说好了，国树，哎，国树很棒哎，说好了就有做到。松饼哦，不要再松饼了，大家！你要换完 ，Lingo， 你又干嘛了啦？好可怕 ，Lingo 也换掉了，哎呦 ！Lingo， 你，可是你换我来换栗子，你换一张好看的瑞婷，好不好，大家？没有啦，你只跟我说一家还在里面呢。哦，对耶，哦，我跟你说一家还在楼上。我就说，一家还在楼上哦，这样，好笑，怎么好笑啊？中等最后一点，真的假的？好可怕、啊！等一下，我根本不敢看。你在看账号登录说明？
不是，反过来如果做不到你就不会说，但是至少你做得到就会说好啊，真的神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李维都认证了，大家还不来吗？还不来吗？求你们不要再来了，拜托，怕之后又有回哦。对啦，没他是这样快，什么东西？另外一个号回来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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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以这可以，另外可以可以可以，另外很棒，另外你最棒了。后手会之后就看年终老板给多少 ，OK， 单曲买好多，这也可以多填一些 rating 啊。那个是不是又偷换？你又换了什么？拜托，好可怕哦！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答应就会做到的。ただいま、おかえり，吃饱饱啦，おかえり，おかえり，第一次见面叫我聪明，真的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我是谁？我是罗瑞婷耶。我记得 Kinoko 上次我认不出来，我有点小内疚，我应该。有记得了 ，Kinoko 的头发还是咖啡色的吧？还是咖啡色的吧？你应该还会绑辫子吧？我搞不好 Kinoko 如果搞不好我换一个发色，我就要管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认出 Kinoko， 我一定要认出 Kinoko。太甜的比上次多，几张还在配票，可以多甜瑞婷了，没了。谢谢你唯一的早安抱抱哦，大家回来呢？你没有现在黑的，完了，等一下，那你会绑辫子吗？你会绑辫子吗？担心这次会认不会吧？大家应该还蛮好，大家很好认的，大家你可以戴那个兔子的发夹，我就认得出来，我就认得出来。哎、欸，我还记得哎、欸，大家的兔子发夹超可爱，超可爱。发夹吗？对啊，这是我哦，对，我是在 Hello， 忘记了啦，哄用。不是真的认的、啊，不是啊，就是也不是因为那个认的啊，是那个家人的脸。蔡亚马逊，我觉得我可能就有点小困难哦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也算是，不是真的认，但还是认的吧？怎么会不是真的？这还算是认的啊。季佩剑也是真的认的吧？又不是记错，对吧？所以不会，我觉得国术很好认哎、欸。我在想要不要换一下公司发型？可以啦，就是可能就是都就是。就是还是假个假字没有啦，应该可以可以可以。勇哥没有眼睛认出来吧？应该认不出来哦。勇哥的本眼睛是本体耶，虽然他已经换蓝色眼睛了，可是我原本以为他的本体是黑框眼睛，他竟然换蓝色的，太难过了。太阳马逊连我都认不得，好吧，太阳马逊拜拜哦。还没看过《星球指认》，一定要报答，这个我先救不了你了。是配件吗？没有人，没有眼睛都认对嘛？那你第一次看我的时候没有胡子？对啊，我记得国术好像没，就是我依稀好像没看过国术，看过国术没有胡子的样子。时光没办法倒流。喝水。那你戴眼镜瑞婷认得吗？我天啊，这要到现场，如果我有叫出名字是我认得，我不知道，要到现场我才会认得，才会就是要叫出名，没有，如果没有我就看，超可怕啦，超可怕啦。有胡子的速度约30公尺我认出来应该可以哦。没胡子对啊，快把你热死。可是没有胡子会比较凉，不是吗？果树。好，我们一月握手会，一月握手会，我真的觉得，想太不行，大家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这样，大家要看雨顺的瑞婷。我想一想，太近，认不出来，感觉好玩。可是阿贵上次，阿贵印象蛮深刻，因为阿贵是穿
很厉害的服装。那瑞婷，我想看你穿什么，就是带有瑞婷表示的配件，像是小翅膀或是兔子的东西之类就可以了。或者徽章，这次懒得代言了。你上次没代言吧？瑞婷小时候，你说贡丸吗？我也觉得我贡丸超可爱的，我觉得那张可以直接去就是当代言人，超可爱。你如果看到也跟肉肉刘海一样，那就是你啦。跟肉肉刘海一样是怎么样？很齐吗？可是品涵的刘海也很齐呢。等一下，鞋像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控完头饰也是可以啦，如果你找得到的话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可是我认得出来茄子，欸，茄子其实因为茄子很熟，物理熟。兔子发夹给过吗？给过，有徽章更好，但是给过。那跟玩具可以吗？不行哦。我就跟你们讲，我就是记人大王，好不好？哎，卡丘晚安。卡丘我一定记得，跟你们讲，因为卡丘来找我很多次。你还不知道茄子本茄吗？茄子好像分得清，当然分得清楚啊，差很多哎，欸。你小时候的绰号就是跟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太远嘛。嗨，焦点薯条，戴面具呢？休想。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，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。茄子跟姐夫，为什么是姐夫？哦 ，Jeff 吗 ？Jeff 是不是没有看过？有吗？有。卡丘很常来找我，卡丘可以再更长一点。一脚跌进爱的漩涡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迷你控。可是迷你控是不是不会来？不知道哎，欸，可以期待一下这次迷你控，不一定。他没来找你的样子。不知道，我不确定哦。没有惊喜的部分，没有惊喜，没有惊喜。只有夕阳，三场都有满。嘿，空白。你有看过这张头贴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等一下，这张头贴有什么含义吗？那个眉毛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刚登记了一张，尾鱼会有几张啊？谢谢 Miso， 就你，还蛮可爱的啊。可是。应该三张，好，对，好还是，可是我觉得好还蛮好认的，如果有在买的话，好，到不行，你 CD 还在路上，萝莉塔是卖完的约定。谢谢咪头 love， 我刚刚讲过了。手哥是几箱？几箱吗？太酷了吧！哎，大家是箱。手哥，谢谢的部分。对，我刘海又变长了，要去剪。
欢不笑笑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哎，我觉得这动作超级可爱的。到目的地了，吃饭中，好。谢谢 Kira 的玫瑰，首歌不是1000吗？喝水时间到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来二月。二月有什么事情啊？哎，日升好久不见哎，过得好吗？脚抽筋。哎，大家有就是很莫名的抽筋过吗？谢谢茄子的蓝天圆梦，早点微抽筋哦。动漫展，二月是动漫展，天哪，我感觉很像去年，可是要吃到8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久，时间真的过很快，好可怕、哦。大家有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看？你知道为什么脚底板抽筋太猛了吧？才不是为了，一定是为了我抽筋的。国术最喜欢为了我抽筋了。哎，国术最近有抽筋吗？哇，我的晚餐回来了，太感动了！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吃，因为我戴牙套，而且主播不要吃东西啦。有点长 ，OK OK， 送了一个为你抽筋，没有没抽筋。国术年底，哎，不行，年底只剩2天哎。晚餐是什么？秘密，就一直点点，然后就抽筋了。凌晨小腿一抽筋，痛醒，太厉害了吧！动漫展是1月，动漫展1月，等一下，动漫是1月啦。动漫展生日会，大家有好，我念完了。你都吃播可以吃是可以，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就是直播吃东西。等一下我去体测的时候，说2019回顾，对，今天是2019回顾。我要来玩特效，好吗？都可以帮我冰起来吗？谢谢。我要来玩特效，要这个吗？还是要别的？我看一下。这个好了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瑞婷救我的，我们瑞婷救我，柏林救我，我现在不用救，我现在正常的很。佳丽救我，很可爱，柏林很可爱，干嘛这么想？因为很可爱啊，小可爱，国术小可爱。踮脚抽筋很痛哎，二月开始，好可怕。二月没什么活动，是哦。你三没有，你没有跟我讲国术，你没有跟我讲，我要听国术，我要听。之前打喷嚏肚子抽筋，哎，我有肚子抽筋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忘记我什么时候，但是我肚子抽筋了。肚子抽筋真的很痛哎，真的很痛哎。哦，大家有看到林杰星的限动吗？他的馆长限动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因为咪手跟国术。我帮你净化一下你的眼球，肚子会抽筋，哎，肚子会抽筋，很痛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杰星的限动，你就睡梦中小腿一直抽，一边起来也慢了，肚子要怎么抽？大家等一下，你们先回答，我没有看到啦。学姿势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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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以，大家可以继续讲。有看到，我就是在拍那个都收筋的，真的很好笑。但是因为我是这样嘛，然后我就看着韩寒，然后我就笑到快发疯，就是我就，然后就抽筋了，很痛哎，很痛哎。然后我就拍了，我就说等一下，我笑到肚子抽筋，然后还不理我说快点，然后就忍痛拍一照。Coldplay 啦，不是 Coldplay。哎，那个乐团的歌我很喜欢，大家可以去听，我很喜欢。
吃麻辣锅配啤酒，然后胃抽筋，太惨了吧？感觉就超痛，所以这是那个对抽筋。哎、欸，我最近抽筋且还吃了一根香蕉，结果还是抽筋了。谢谢大家。前一天右脚，第二天左脚。哎、欸，国树你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国树，国树你要多吃香蕉，多喝牛奶。我跟雅安姐说我抽筋，她就说多喝牛奖多补充钙质。可以回顾的只有迷你控瑞天的吸引力。这次迷你控小猪来吗？我也再吸引你一次，吸引力再更大一点。超痛，然后直播都不看了，这么痛！哎、欸，肚子抽筋真的很痛，横膈膜抽筋就难过。哇，你很专业。画，你说画那个画的吗？真的哦，对啊，国树真有心，不过你喜欢我就好多。欸、晚安乌鱼子。哦，你是说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去看。那时候还不认识人，本来想说让同桌姐负责装死，然后嘞，你是说绿草地的时候啊、哦？所以人名就是绿草地的时候，兄弟还在长高，容易抽筋。我也希望礼拜跟灌醉，吃到肚子抽筋很厉害哎、欸。绿草地还不认，大家好像都是绿草地，然后，直播前才认识我的，被选骗了，真的假的？不是，哎、欸，那很难，那个角度很难，好不好？不是我要说，哦，但还有夏日记，难道因为韩寒把瑞婷？不是，是因为瑞婷也想要被平寒戳，所以。才没有，我被观众边吐槽吗？真是讨厌，太难过了。然后另 Ringo， 好，我不知道哪一个，下一个人是谁？你可以说休想 ，Miso 休想，Miso 休想。什么 ？Hello， 那三月嘞？三月有什么？是 Hello， 是 Konnichiwa， 谢谢 Vito 的戳戳你。先不要 ，miso 先不要，miso 的话先不要。没事，关了。哎、欸，我这逼很久，关那边太坏了，关边太坏了。我要去抗议，太坏了，很难批耶、欸。我找不到适合的图啊，才没有五秒 P 图，明明就 P 超久。没事，你很坚强。OK。为什么动作像一家？我就说我得一家话。有啦，慢慢变回瑞婷。年初的年底是过量的部分。灯太一无尾狐。成熟节目我自己赚钱，年终才是 TP， 所以才没说你好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真的有点伤钱包。大家荷包可以缝一下，缝一下。我原本是乃木坂的粉丝，那我也会来看 C 场啊。我真的是被官方 diss 很惨，是不是？大家一直跟我讲很惨吗？他没有称赞我吗？太难过了吧！我要去抗议了。太坏了，官方太坏了，太难过了。只说可爱没了，太敷衍了吧，官边。一家这么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只是太巧。没有，说没有，他说我很可爱。德川原本是韩团，真的假的？看不太出来。德川原本喜欢谁？哪一个韩团？看不太出来耶。国术是某个群组认识的。现在是小可爱图，小可爱教徒，可以画画，可以。三月到底有什么？三月，我真的失忆了。三月有什么？他说蛮可爱的。谢谢官编，太难过了，官编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这么批蛮久，因为我一直瞧那个角度。好吧，偶像学员活动，流浪动物公益活动。问了 Google RTMV 给我，跟 Google 比较 ，Google 比 Siri 还要，这样子他们会赞诶 ，Google Siri 赞。宇宙少女，哦，竟然是宇宙少女，我对那个 IY 的那个有印象，我跟宇宙少女没有很熟，但是有多少小关注啦，就是对。哎、欸、，Lucky， 但是叠进来第一个，那边没钱饭了，扭蛋掉了。我想说人家好像人，这件事情很可以啊，不会无聊，不会无聊吗？我怕你们觉得就是有人刚刚说废片，有人刚刚说废片，好了，我自己也承认他是个废片。那梗还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拍，然后那还是我跟王艺佳跟小晴讨论出来的。都怪你！嗨，龙骑士，嗨，峰峰。对，连镜。谢谢 Kinoko 的玫瑰。四月呢？四月，我们一路讲到十二月就可以了，应该就差不多时间就到了。会不会贴橘子感觉？那有点太聪明了，那应该是被一家侵入的橘子秘那个橘子秘书是什么？被一家侵入的 Google 秘书。离开这来偷看人家辛苦了 ，Lucky。之前他在 LI， 对。真奶哦，真奶，哎、欸，那个工作很棒哎，可以喝真奶。宇宙少女之前听，我没有听宇宙少女，我听什么？我最近都听台湾的歌，就是比较轻，你们可以去看我收藏的歌单，就那类似那种音乐、那种走路听还蛮放松的。团团转哦，对，团团转哎、欸，哇，好可怕哦！听兵变，然后兵变也蛮久了吧？兵变算久了吧？就是也没有久了，就是就有更新的不是吗？但我现在有点忘记 BNK。
谢谢 Luki 的玫瑰。我刚刚有没有讲过？我现在有点小失忆，就是谢谢谢谢大家。第一次跟大橘人是竟然吗？竟然是因为团团转。五月、四月，哎、欸，我刚刚讲哪里？我刚刚讲到三月嘛，然后四月对不对？四间你不敢猜。四月还有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以后四月团大家就没兴趣。三月开始用 KKBOX。你比较喜欢Only Her，虽然听不出来听，可是刚刚有人那个谁青吗？青刚说他有听出我声音哎，几乎一整首。你可以去问一下青，其实我自己听也听不出来我是谁，但我真的有唱啊，谢谢大家。三月公布绿草地选拔。哦，噔噔噔噔噔，杰星的好像很明显，我柏林的我也听出来，副歌之类的听得到。杰星听出很明显，但是我刚刚听其实我也听不太出来，可能有点耳盲。开始放在日记录，烟脚家，哎，蔡马俊好好讲话，蔡马俊很坏哎。子分的说新型病毒分不出来就 no no 咯，新型病毒分不出来，新病毒分不出来是怎么了？就要去检查了吧。所以只听得到，真的是只有听到我的吗？太感动了吧，超级感动。Only 只会听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听不出来。那句就算哪有？哎、欸，你很坏，你是说哪一句啊？到夕阳，沉默晚霞一片金黄，你要往。去勇敢向前闯，那时候好像创了很多很好笑的 KK bus。对，那时候好好，大家很厉害，但是对，体检不会过，体检不会过喽，体检不会过，不能当家长。你今天我太自以为，我不知道那句柏林有没有唱，知道你可以去问他。瑞声很好认吗？当时只有子萱、瑞婷嘛，太感动了吧，卡丘！但是谢谢大家，嘿嘿。KK Boss 绿草，那算约会是那时候吗？三月、五月哦。学生那一天呢、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被妈妈羞了，约会是五月，算隔了一个月，是吗？哦。才听幼小弟睡太久了吧，是会考啦，哎、欸、妈妈是会考啦。会考那一天，对耶，那天真的很赶，蛮赶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不要忘记了，已过就忘了。瑞手上的秘密，那个希望大家喜欢，蛮无聊，蛮无聊的小把戏。嗯，糊掉的，哎、欸，那是因为就是握着啊，不让你们看到，所以糊掉。那个转还是紫萱写的，因为紫萱的字蛮好看的，反正就不重要。没错，重要是结果。寒风轻拂过我的侧脸。有吧，柏林的声音还蛮明显的。有，我听出柏林想问的问题，问啊问啊。走秀的时候就看到那些，抱歉，抱歉，有点点没扩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那天还爆料才，真的假的？我爆料才接什么吗？我自己都忘记。那时候觉得约会超有值吧 ，Miso 有值吧。默契也一如往昔。我现在是高一，没错，我现在是高一。小舅你怎么会连我几岁都不知道？我现在高一。小舅。哦 ，Miso 没去约会哦，你可惜了。一家很有梗的说，你不知道任何方面什么？我没有弄吗？
我记得我那绿草地的时候，沙穗上个，对我现在沙穗，然后上高一，我现在沙穗高一，对，就全程的。那时候觉得很贵，没去就没去了，没关系啦，约会能发现瑞景这样子，太感动了，亲，只收两个，还是两场全餐，好还不错，好还棒棒的。你在我们那，所以我很有印象啊。对对，因为我有一桌来不及，所以就没有做。约会那天第一次认识切尔，干嘛认识切尔不好吗？令狗认识切尔不好吗？约会那天很多去赞，他要当时爆料，他要走秀给你看。只是想到你会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但现在是高一没错，现在沙穗上高一。本来怕出国就没买了，都没去。勇哥真的是哪只气啊？有两只吗？然后两场都同桌，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！你们可以就是在换桌的时候小聊天了、啊，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吼，抓到！先潜水了，你吃完了吗？大阵吃完了吗？喂，瑞姐，拜托不要。尾鱼好好读书啊，尾鱼。大家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认真读书。沙穗啊，对，我沙穗上高一，沙穗。我高二也会沙穗，高沙也会沙穗。我到十八，在三年。才会脱离沙穗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沙穗会用到什么时候。大家已经不用读书了，大家好好工作。上次咪咪才认识企鹅，企鹅是很会认识人吗？很厉害耶，企鹅。还没，快吃饱。跟天聊天被演啊，华华跟天聊天被，天天很坏耶，天天很坏，天天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妹子，企鹅是妹子，什么是吗？我应该只有七月才跟你讲这话，没有你很低调。嗨吉川，嗨吉井明久，两集正负集。我们讲到四月吗？三月、四月。真的很明显的，星星的声音真的很明显。好可爱哦，就是很可爱，这首歌真的好可爱。再来就夏季了，那天都没有，有够紧张，有认识的吗？都怪企鹅借点才能找瑞婷玩，所以企鹅是借点喜欢我吗？才开始关注我了。企鹅不是企鹅，企鹅是欧洲人，真的、哦、是七月记者会。嗨，切尔东，夏季了，讨论到夏季了。约会前真的认识令狗，下次记点发现瑞婷很可爱，是因为跟那个吗？一家一起，谢谢一家让我认识了 Kinoko。 下次瑞婷超掉有吗？舞台超点真的假的？太感动了，谢谢大家，太感动了，感动一波。下季被令狗搭讪了，你的长辈有啊 ，Minico 有啊，有吧，你要来握手会啊？想被瑞婷叫就要来握手会好吗，小巨物 ？Minico 太难了，因为 Minico 场地就是人多，所以不会去看到脸，而且又矮。瑞婷
情绪的主管走，真的，我现在有点失忆，谢谢大家，吓到了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大家什么意思？太难过了吧，大家，超多互动时间的，追星的转裂点，裂吧，我这个转裂点，已经被收购了哦，可以再买一张。哦哟，小啾真的是明天真的是对啊，当然被电是其次，被电是真的运气很好，对到眼。夏季有去看夏瑞平，然后看到魅影，看到夏季发现你身上有魅力，太感动了吧？竟然是夏季发现的吗？我以为我的那次是。我找小金跟杰哥，就是周润天。可是我觉得有点抱歉。你说因为你要去躲起来，不行。霓虹感表演，没错。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欢呼笑声忘东忘西，都怪你。你是跟一个瑞景特女饭排队的，真的假的？我应该有跟那女饭讲到话吧？我真的有点失忆，我真的不记得那个细节的部分了。站到人间，应该不会啦。不会，很像啊，就是类级的声音啊。该喝水了，喝水喝起来，喝水喝起来。带着瑞林擅找你，结果没有一家算。对，我当时在台下的右边，你们的右边。那女朋友拿瑞鼎算哦，没关系，他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应该啦，我不知道。一家树怎么没买他的？跟直播不一样，什么意思？然后夏季就往电视上，米总关，米总关，嗯。哦，对，因为大家就站在正中间，就是很方便，不是方便，就站正中间就刚好。买了一加扇，那有买瑞霆扇吗？蔡亚马逊那个感觉，你是说 mini con 吗？握手会也没有。不是握手会的感觉也不一样啊，可是算中间吧，就是我正前方类起，对啊，哦，你是说类起的部分跟直播不一样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只有阿 K 扇，尾鱼可以去购入瑞霆扇了，来在后面什么都看，然后瑞霆就下来了。贴心吧，其实500。哈伊思源，你要我好，我们聊下次季，下次季再来什么？下次几月？六月还七月？你有瑞霆扇，小舅很棒。那时候铁总就有一个，我在跟瑞霆讲话，生日会。七月生日，哎，七月生日，超级意外，夏季会意外吗？夏季六月最欧的一人，瑞霆软，哎，我真的是软糖吃不快，哎，但是很好吃，瑞霆很好吃，没想到能跟瑞霆讲的话，让你有一个惊喜，软糖超可爱，小猪也去补软糖了吗？小猪很勤劳，也不错，小猪很棒。我也给主持人一个班，但、欸、可是大家大家就会有来啊！啊，大家你真的不来握手会吗？大健，大健，你这样对你记忆很短暂的，我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记得你，我是很真的。我解除金的 face 脸部效应皇冠，什么东西？耶耶，我有新的了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我要来重绑我的冲天炮。因为他这边有点乱。
等一下，我现在在绑头发，所以我看到留言，谢谢大家。是冲天炮啦，这一撮是我的。哎，这么长，这是别的头，这样子，这么长，还在留。太阳马逊先不要哦。这样可爱吗？很怪耶，冲天炮，好想让它赶快长长哦。等一下，卡住。好了，不乱了，赞赞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。嗨，章鱼 Taco， 嗨，米粉，2045年的米粉，那很久哎，都干掉了吧？就直接收缩。超高小马有点太高的部分，太高了。菜马就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还有什么？两咪喜欢？哎，两咪，你们啾啾啾练好了吗？查一下进度，啾啾啾的部分有吗？有吗？两咪，两咪。两万，你竟然就被查进度？两万，你有问号？都补完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感谢热顶生活的这位，不客气，能照顾到这位牌是我的荣幸吗？因为我知道坐后面真的是有够痛苦，所以能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尽量，应该一脸憨。你是说？不会啊，很可爱，不会一脸憨啊，大家就是正常的脸，蛮可爱的，可爱的脸，可爱的脸。然后你从那影片认识了国树跟怀怀啊，竟然吗？太有趣了吧！花是你弄的，谢卡丘，很好看，那个很好看，花很好看。四单的时候，哎，你说的哦，大剑你说的哦，四单的时候就这样决定了。小丁不喜欢热情，就被大家丢了一个热情的影片。大家很热心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等一下，另狗 no no， 另狗 no no， 不是有天天吗？天天，嗯，昨天上有出现在我，所以把各地又补了一遍。天啊，你们真的很闲哎，我的妈咪啊，两边都练到抽筋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，你都没看过就是怎么练？上网看啾啾啾，嗨鱼尾狮，你连稻香都稻香就可以先不要，找了很久，可以先不要了，不用，没有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。啾婷，我可以教你一个那个小动作，教你一个动作，两咪要学起来哦。君だけに噔噔噔，啾啾啾。这应该就可以给过了。两咪要学起来哦。这个动作应该去找一家应该就可以合格，但我还不行，你们要再多学一点。好，停，之前课题的部分我们先停，再次 ，no no， 你们可以补档。现在收回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哦，大剑已经打勾勾了，打勾勾。哎，怀怀有妹妹哦，知道你会吗？噔噔噔噔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啾婷的啾，一定是小啾，一定是刚睡着。天天也是认真的吗？一看直播看到睡着，认真。
认真认真。好，我们再来什么？对，耶、yeah, ，打勾勾。对，没错。大家理解能力很快，大家很棒。大家都是 rating 的，大家都是真的睡着。今天也太累了吧？是很累吗？所以睡着，还是我声音太磁性？我觉得我声音没有很磁性呢。噔噔噔！谢谢金佑的新年烟火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太酷了吧！谢谢 Will 分享直播间。好，后来再来是什么？睡着日常，原来是日常吗？竟然，只跳给人，大家要跳给我看吗？太开心了吧！还是两咪要跳，两咪是一定要跳给我看的啊！两咪，直播就开始，对耶，直播就开始了。不行，这有点强人所难，大剑，真的有点强人所难。你还是要带一下名牌好，不然你就跟我说我是大剑，这样子也是可以。就是没有认出大家的话，也不要太难过，真的是有点小困难，好不好？不要太难过。熊妹不想带名牌，那你可以自我介绍之类的，就是可能问你名字的话，不带名牌没关系啊，就问名字。熊妹，认不得就走。对，熊妹，熊妹，熊妹，你才不会难过呢。有个熊妹，熊妹很可爱，大家可以博主关注。熊妹很强，强妹，强熊妹，熊妹上线了吗？上线。哎、欸，熊妹这个真的超可爱，我真的觉得这超可爱，这真的超级可爱，这真的很可爱，这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，不得不说一下，这个真的很可爱。因为一般不是这样吗？可是他这样够可爱吧？你好嗨哦，熊妹你在吐槽我吗？熊妹吐槽我嘞，熊妹，熊妹竟然吐槽我了，不行哦，大姐你这样讲话不行哦，会伤心哦。就是认你们也不是义务，但就是尽量好不好？尽量，还好啦，正常发挥。熊妹你是熊妹又这样跟我讲话了。再跟大家讲一次好了，就是认大家真的不是义务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对老人要留线，没错。不是义务啦，尽量尽量。很棒，大家的观念很棒。再来就快闪，快闪真的很可惜，不能跳三次。但是天气不作美。大剑很乖，乖乖。我要学你学，我还没有讲讲话。熊妹，熊妹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熊妹。熊妹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才没有。熊妹，熊妹，你不要乱造谣。虽然我是没有，都被认出来。国术有自知名。不过这种真的超棒，真的吗？超棒就好。不行，小猪不行。谢谢大家的 love， 谢谢彩虹花的玫瑰，熊妹哦，哎、欸，茶茶，哎、欸，嗨，茶茶，会为什么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？哎、欸，青的扇子真的超级可爱。你在推广我，熊妹在讲什么？熊妹，熊妹太可怕了，熊妹，
快才打工去不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真的会来握我吗？握手会？不能去，去握二级之类的。哎，国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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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国术可以多握一点握，对。谢谢小猪的枫叶玫瑰，亚马西娜是这样念吗？亚马西娜，嗨表情符号，快闪去三场哦！会啊，上次错过了，这就要好好把握，很好，真的会，真的应该会有吧？可以多讲一点话，希望，希望能够真的多讲一点话。好，大家停。大家停，大家我们回归到瑞田话题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归到瑞田话题。谢谢小猪的蓝色人半个新年烟火零个二。你要握大件要五张。不然就三张。好好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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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回到是都可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你会记得？不记得啦，怎么可能会记得？都可以，那你就叫都没有。你上次又没有表情符号，你就叫表情符号吧。除非你有改名字。好，大家停，我们来讲要握几张哦。这真的是很看运气，这我也不知道。嗯，真的很难欸，我不知道到底握几张会被我记住，但当然是越多张越会被记住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但是真的不是一定几张就会被记住，真的太难了。我也买到记住了，我也买到记住了啦。Viso 他很中肯欸，被记住看真的是靠缘分啊，多来几次就会被记住了，我觉得。来，大家停哦！另一个说话，大家停哦！喝水先到了，喝水先到了。对啊，谢谢冰总100张，没啦。好，大家停，大家停，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。Miso 已经被我记住了。Miso 太好记。Miso 布丁不是说 Miso 长得很有喜感吗？也不是很有喜感，就是怎么讲啊？就是 Miso。对。下个月是对，下个月什么？我刚刚讨论到什么？我刚刚讨论到夏日季，是吗？好，Miso， 可是手滑哥记不住 Miso 的脸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刚讨论到生日会了，生日会然后是什么？对，直播，对，直播，直播，直播。软蛋。对，我们刚刚讨论到生日会，没错，到快闪了。直播也没什么好讲的啊，直播就是因为很久，就是那时候就很久没直播，就很紧张啊。现在已经家常便饭。在今年，没错，在今年回顾哦。八月很重要的8月6号，令狗很棒哎，令狗很棒。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，生日会就来。是这样的。
噔噔噔噔噔。然后直播就讲啊，直播没什么好讲的。快闪也是，快闪还蛮，就其实我一直蛮想快闪的嘛。对。哦，阿基亚这就不一样喽。你竟是他女朋友。乐不是念快闪，对，快闪就。气到寿命剩一半，这么气哈？若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也会这么气，我应该也会这么气。大剑不气不气，四单剑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就是当时乐不春行快闪，哎，真的当时就是。人真的蛮多的、欸，就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应该没有卡吧？我怕。好。然后，挑米手出国那些吧，好像不错，很会、欸。在外面差点都哭了，不要哭 ，Kinoko 不可以哭，那个令狗可能要陪你哭。你那个不要哭，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。然后，这人真的蛮多，还蛮开心的，快闪蛮开心的。再来什么？快闪完，觉得他说真的假的，很失落的跟其他特工去逛高楼，逛高楼 ，mini 控，哎、欸，好快哦，就 mini 控了耶 ，mini 控几月？几月、啊？九月 mini 控，静静的陪伴在身边，九月。mini 控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难忘吗？就是，我最有感触的活动嘛，我觉得 mini 控跟握手会是我最有感触的活动，因为 mini 控就是让就是很厉害啊，我觉得。而且其实我一直很想要透过，不是说不透过互动。是想透过舞台魅力让大家被我吸引，这样子自己想的很奇怪、欸、但是听到大家说就是因为我在舞台上、哦、我的娃娃等一下我要去捡我的娃娃，他滚下去了，很厉害，什么型的？就是怎么讲啊？怎么难讲啊？怀怀真的是，等等等，你都入坑了，对，你都入坑了，那还是要跟你们分享，就听到大家说，就是因为在舞台上德瑞婷，所以被吸引之类的，在舞台上把被吸引之类的，就有点感动。董瑞想说懂好懂就懂就好，我有时候话都讲一半，然后我觉得我朋友懂不懂，他们就说懂，然后我就没有继续讲，因为他们懂在讲什么。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，位置刚好都死角，太惨了吧！瑞宁舞台级霸呼，谢谢空白，不会再碰面。915都在看瑞婷，谢谢卡丘，有被人见到吗？谢谢图鲁姐，感动一波。现在九月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讲几月了，就是 mini 控的部分。所以一直看 mini 的秀，为什么？想不起来任何理由。
快闪被瑞宁可爱了，竟然是快闪，挥之不去。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讲几月。九月握手会，对耶！我直接失忆，也太快。瑞宁手工今天没讲一下。哎，对，八点嘞，差点就要超，没关系，可以讲完。太快什么东西？应该不用，差不多五分钟。我们快速讲一下近期的，近期应该蛮快的。握手会，我觉得我第二次握手会进步很多，我自己也觉得进步很多。是吧，进步蛮多的吧，我觉得。瑞宁真的超可爱，谢谢。谢谢 Kinoko 的枫叶。我觉得我自己近期太满了。对啊，近期太多了，就是大概讲一下。然后握手的就迷你狂，可以聊下次讲。对耶。嗯。好耶，那我们聊到下次讲。庸哥聪明。耶、yeah, 我们聊下次讲，我们讲到，大家帮我记一下，我们讲到九月的迷你狂。我们讲到九月的迷你狂，还没讲到九月的握手会，我们讲到九月迷你狂这样子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耶、yeah!妈妈，给你借我手机吧。谢谢。哎，我发现我光超级亮，哎，太亮了吧？后退一点。真要命，谢谢阿米追踪我，谢谢笨的浪漫，对，浪漫玫瑰。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，都怪你。现在就从2017开始讲吧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觉得后半年九月后可以讲很久，哎。什么？真的要一下半都不要？哈喽，欢迎回来，我要关了。我们从第十名开始念播。第十名是期待下的 mini 哦，好的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期待起来，期待起来，只有信仰，没有惊喜，期待起来。从第十名开始念哦，第十名是一家卖不完，第十名是尾鱼，谢谢尾鱼。我们今天有拍手团，不错。第九名是贝，谢谢贝。第八名是嘉伟，谢谢嘉伟。第七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哎、欸，他还在吗？尼哥都不讲话哎、欸。第六名是黑框眼镜庸哥，谢谢庸哥。蓝框眼镜，蓝框眼镜。等一下。好可怕，茄子你快把你头巾换掉，茄子你先换掉，不然我不要念你。茄子你赶快换掉，茄子我要发疯了。茄子你换了，我帮你弄那个茄子橘子的部分。换掉，快换掉。茄子你快换掉，茄子我的天啊。我天啊，我要先念别人，我要先念傻鸭。第四名是看夕阳的傻鸭，这个傻鸭，茄子快换掉啦！不要换掉，赶快换掉，赶快换掉，太可怕了，赶快换掉，快换掉。第三名是 Miso， 谢谢 Miso， 谢谢首哥，谢谢首哥，那张超开的，没有，赶快换掉，拜托，换掉。第二名是 Lingo， 谢谢 Lingo。另一个的才叫可爱，好不好？那张不行，拜托不要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好，你居然敢，不行，赶快换掉茄子，茄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如往常的，你赶快换掉啦，拜。哦，我的天，好可怕，赶快换掉，赶快换掉，要换掉。你的也可爱，
可爱可爱，国树的可爱可爱可爱，国树可爱。谢谢 Kidoho 的枫叶，拜托不要，好大停，不要再怀旧了，大家。赶快换掉，茄子，不然我不要念你了哦。好啦，怀怀令我跟 Miso 赶快交作业哦。不是，我要等茄子换回来。不行，不可以，大家不可以放别人的。交作业 ，Miso 怀怀令我交作业。怀旧不错，拜托不要。换了啦，好，我看，等一下。哎，这还是换 Mina， 好吧，没关系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没关系。第五名是茄子，谢谢茄子。不行，令狗不行。哎 ，make you。好哦，换 Mina， 好哦，好哦，赶快交作业。怀怀令狗跟 Miso， 你让给哥，不行，哥不在，不行，赶快交作业啦，交作业啦，按错笑死，单手挡眼睛，你要来换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单手挡眼睛是怎样？我真的不会，我不中二，这样吗？这样超丑，这样吗？这样是对的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是对的吗？是对的吗？令狗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超级可怕哎、欸、！OK， 我先把特效关掉，等一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哎，何恩，你今天收碗，我都要关了。谢茄子的掌声鼓励。我去 Google 找一下图，好，你去找一下。怀怀，怀怀交作业，怀怀，怀怀，怀怀跟 Miso 交作业。Hello， 这不是睡衣，这是帽T啦，这是运动帽T。苹果应该不是要这个，超老了，抱歉，我不冲，我真的是不太会哦。QQ 今天出门才刚回家，好，没关系。那可以帮我祝一家学测顺利吗？再讲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超简单。Miso， 你都能出一个就正常的功课了。哎，我一家学测要顺利哦，加油！林一家庭会帮你加油的，虽然林一家也不能做什么，但是。加油啦，辛苦你了，考完你就放松了， go 学测 go， 我也觉得学测 go， 可以吧，好，不要再笑睡衣了吧，不然你看，对啊，我要去秀一下，不说一下，不说啊，为什么要说，怀怀怀怀是不见了，不是人家是帽T，怀怀，你要这个？这超好笑哎、欸！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怀。喂，可以吗？怀怀，可以。Lingo 找图是否很久 ？Lingo 截到崩的了，赶快删掉 ！Miso 赶快删掉 ！Miso 赶快删掉！赶快删掉！快删掉！大家赶快把崩图删掉，删起来。第一个怀了，怎么了，小猪？那再一次，好啦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再次？等一下，有你也崩了，怀怀也崩了，好吧。
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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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赞赞赞赞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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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看你头贴。哇，真的是有点小中二哎！等一下，太难了吧？谢谢，不会。Too difficult。等一下，我再揣摩一下。好难哎。要笑吗？哎，很奇怪，超怪，超级怪。等一下，这就只是手擦头发呀。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好可怕哎！同学投诉吗？表情不对吧？太难了啦！头的脚要瞧一下哦。妈，没有，我只是语助词的部分，知不知道？太难了，我真的不是中二的料，我不是中二的料，大家。你还让我再让我再揣摩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手这样吗？等一下。哦，另一个怎么扫那么难的图啊？天啊，救命！可以吗？这够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等，也没接到哦，好。太中二了，有点小受不了。够久了吧？很久哎，这很久哎。虚脱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吧？好可怕，看起来好凶，没办法。但是很帅。帅起来，帅起来！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！我也要关了，我也要关了。可以吧？可以了吗？那个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啊！好，大家先不要，大家先不要。对，帅气很帅，没有抵抗力吗？国术我，哎，国术明天会去吗？明天会帅给你看啊！好啦，我们握手会帅给你看。握手会，我想一下要怎么帅，好不好？有点小难。握手会帅的话，有点小难。表演帅就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也喜欢自己表演帅。你不会去，好吧？没关系，不要跟我讲，好好好，不要跟你讲，不要跟你讲。那我们就下次直播见，拜拜。下次直播大家要看一下时间了，有好像有，哎、欸。反正有可能有改时间，大家要去官方脸书看一下我的确认我的直播时间哦，好吗？握手要满步进行，对，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我这次握手要满步的话，我应该会穿，我会穿洛丽塔的衣服，嗯，跨年不来这样，就这样，希望可以满步。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要跨年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祝大家有美好新的一年，拜。